Thank you.
于团团目前的医疗状况的话，我们是针对他的症状的部分给予一些缓解的药物，让他过得比较舒服一点。然后另外就是给一些支持的药物，让他因为他现在进食量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我们给他一些支持的药物，让他精神状况会稳一点。那至于我们你说的是10月22号的一个检查，目前其实是取得初步的影像，那也把这样的影像分享给各个专家去帮忙协助判读。那这个部分的结果，我们会等到收集到所有的相关资料以后，会再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报告。支持的药物大概是什么样的药物？现在的就是给他一些输液，然后一些减轻疼痛，然后减轻他脑部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部分。状况就是比之前有好一些，还是就维持大概差不多？状况其实你是说精神的部分其实是差不多持平的，没有特别的问题。对，那脚的状况也是脚的脚的状况并没有改善，就是反而是有稍微比较无力一点这样。对，那他这个礼拜来的状况算是恶化还是持平？会整体来讲会觉得会比较稍微比较差一点。针对于团团目前的医疗状况的话，我们是针对他的症状的部分给予一些缓解的药物，让他过得比较舒服一点。然后另外就是给一些支持的药物，让他因为他现在进食量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我们给他一些支持的药物，让他精神状况会稳一点。那至于我们你说的是10月22号的一个检查，目前其实是取得初步的影像，那也把这样的影像分享给各个专家去帮忙协助判读。那这个部分的结果，我们会等到收集到所有的相关资料以后，会再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报告。支持的药物大概是什么样的药物？现在的就是给他一些输液，然后一些减轻疼痛，然后减轻他脑部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部分。状况就是比之前有好一些，还是就维持大概状况其实你是说精神的部分其实是差不多持平的，没有特别的问题。对，那脚的状况也是
脚的脚的状况并没有改善，就是反而是有稍微比较无力一点这样。对。那他这个礼拜来的状况算是恶化还是持平？会整体来讲会觉得会比较稍微比较差一点。以他现在目前这样来看，病情是有恶化。其实他针对他目前的一些现象，包括就是走路的问题，还有就是吃饭的问题、食欲、精神的问题，我们一直都有在去做帮他做加强。这两天我其实在16号之前，团的一些进食量还有排便量、体重方面也都还算不错。那在17号以后呢，的确在进食量还有排便量是有明显的一些下降的状况，不过体重来讲还是维持在大概110的一个体重的一个标准上面。那他之前有曾经也是这样子突然吃东西变比较少，之前不舒服啊，疑似癫痫的时候有吗？之前的时候就算摄食量来讲的确有下降，只是说今天的一个摄食量的确是一个新低的一个状况。那后续我们也会在一些营养上面做一些补充，希望能够去维持他的体力所需要的一些营养。大概会是补充哪一部分？目前来讲，我们在蛋白质的上面有多加一些补充。那血压还 OK 吗？血压我们昨天量的还算是正常。食欲的部分是有减退的，那另外就是在脚步走路的部分。走路也是会有在变差，也就是他就是脚无力的状况是有在继续严重下去，目前状况是这样。不过他目前对于比较好吃的食物还是会认真的过来吃东西，那对于管理员的一些呼唤还是都是蛮有反应的，还是可以做到一些就是基本量血压这些动作都可以去做到。以他现在目前这样来看，病情是有恶化。其实他针对他目前的一些现象，包括就是走路的问题，还有就是吃饭的问题、食欲、精神的问题，我们一直都有在去做帮他做加强。那每天会给予一些药物注射的，或者是说皮下的输液去补充一些可能吃不够的一些脱水，还有给一些药物让他比较舒服，这些都有持续去给予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因为当然他这一块就是不舒服的状况，我们也是会担心跟脑部比较相关，所以近期就会尽快安排去做第二次的一个检查。什么时候到什么样子的状况都不危急，大陆专家才有可能会派人，或者说做什么样下一步的处置？这部分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排除说不会请他们过来，所以应该是说整体的状况是不是需要特别走到这一步。对，那其实真的线上的一些交流部分，目前来说就是一些内科的诊断啊，内科的给药啊，营养的一些给予跟调整，其实都是一直有在做沟通跟交流。对，所以到底会不会这些过来，就是还是要看后续的一些状况。
拜。